2018年8月8号，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利加油站，我是战情文斌。那在这里呢，在8月8日的日子里，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呢，父亲节快乐。虽然这个不是正式的父亲节，但是因为8月8号嘛，所以我觉得爸爸们也是非常伟大的啦。好，马上来学习今天要教给大家这个俗语，就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病入膏肓。我相信大家呢，对于病入膏肓应该也不觉得陌生啦，相信都有听过，对不对？好，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指病情特别严重，而且呢已经到达无法根治的地步，那比喻呢事态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地步。其实呢它就有两种用法，一个是用在病情，一个呢就是用在事情。那这个俗语它的由来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春秋时期啊，景晋公呢他有一次就突然得了非常重的重病。那听说呢秦国就有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就特别呢派这个专人呢去那里把这个医生请过来。那在等待医生进入这个景晋公来帮他医治的时候呢，这个景晋公呢就突然做了一个梦，他就梦到了有两位童子在悄悄的在他的那个身边说话。那有一个童子呢他就说啊，那个高明的医生马上就要来了，我看我们这回真的是难逃一劫了，我们要躲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另外一位童子呢他就说，没有什么好可怕的，我们就躲在荒的上面，还有高的上面，还有高的下面，无论他怎么样用药呢都拿我们无可奈何。那不一会儿呢，这医生呢他就到达了，他就立刻呢帮这个景晋公呢就医治嘛。那他在诊断之后呢，就哎呀无奈的和这个景晋公说呢，你的病已经到达了无法医治的这个地步。那疾病呢就是在这个膏肓，就是汪之上或者是膏之下，用针灸呢这个针治呢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针扎呢是没有办法达到，而且呢这个汤药啊药力啊都没有办法医治的。那这个景晋公听了当然心里就觉得啊，难道真的他的梦是真的？那他呢就觉得哎呀，他果然验证了这两位童子说的话呢是真实的。那他就淡然的点了点头，然后呢就跟这位医生说，你的医术真的非常高明。那送完呢就叫人送了一份厚礼呢给医生，叫他回秦国去。那因此呢后人呢就用这个病入膏肓来形容病情的事态严重。那这个膏的意思呢就是指心颊的这个脂肪，那这个肓呢就是心脏与隔膜之间药力不到之处，所以呢当我们的病呢处在这个膏和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OK， 所以这就是病入膏肓，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个事情发生啦。好的，那看完了今天要教大家这个属于呢，马上来看看今天的热点新闻。是的，大家好，我是 Desmond 郑文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新闻热点呢是发生在2天前，就是在这个市兆园的。那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呢就是有报道指出有关的这名男士呢怀疑是吸毒者，然后呢他就试图呢就掳走他们两名孩子关在自己家中，然后试图自杀的。其实呢他这个怀疑就是吸毒的这个丈夫啊，他其实妻子呢是一个越南籍妻子，然后呢已经离家好多年了。对，所以呢可能他就是不懂什么原因，所以就强行在学校里面呢接走两名孩子之后，然后在家中呢就是开煤气，然后尝试赢下这个农药。除此之外呢他还想就是再放火烧屋，可是来得及，就是消防局来到，就在这个后门破门而入，把他孩子救了出来。对，你知道吗，他想象一下，那孩子还这么小，一个是5岁，一个是8岁，他们呢根本在处于一个不懂事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被爸爸这样子呢捆绑在家里呢，然后呢可能好像试图就要放火烧屋了。所以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小孩子的那种心理恐惧应该是极大的吧。是，那么其实呢真的是很幸好，因为呢有关的这个男士的这个亲戚就发现到有不妥，那所以呢就立刻呢打电话报警，然后就是打给这个消防局的啦。幸好呢可以救回就是他一命，还有这个两名无辜的小孩。对，就没有把这个悲剧给酿成了。那现在这两名孩子呢就是就寄放在他们的亲戚家里，有这个亲戚代为照顾的。那现在爸爸呢也被这个警局扣押了，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等待他们的那个
是警方调查之后有发现到有关男士呢，其实有前科哦，就是呢他曾经犯下这个吸毒，对，然后还有就是恐吓的一些案件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案件里边呢，我们就看得到，凡事呢怎么说都有这个解决的方案啦，就是可能你不要想到一些尽头的话呢，就立刻就是自尽，然后就可以解决一切的。 对啊，就好像刚才我们教大家疏于一样，病入膏肓，我们这样很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有那个转回来的那个余地嘛。所以呢，我们生命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在这里呢，真是要呼吁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是你说到生命非常可贵的话，我也就是呼吁一下大家，哎，人好好的，就是不要去尝试吸毒还是什么的。那我们有很多报道，你也看过，就是染上了这个毒瘾之后，可能对你下半生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后果的。那么其实如果你面对上一些心理问题， 什么？你其实可以拨打有一些热线，然后可以就是问一下他们到底如何求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戒毒所的联络号码。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吉隆坡、柔佛，还有槟城区的。是。那再来呢？还有就是辅导中心的一些联络号码。嗯。希望大家呢，如果是心理上觉得真的是有一个危害还是怎么样，不知道要如何求助的话，都可以联络这些单位。然后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生命真的没有 take two， 我们只活一次，所以好好珍惜生命吧。是的，那么今天主题呢，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课题呢？其实跟这个癌症有关系的，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发表的癌症数据显示，癌症是全球第二大死因，而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死亡源自五大因素，分别是高体重指数、蔬果摄取量过低、缺乏运动、吸烟以及饮酒。其中，吸烟更是最为严重的致癌危险因素，造成约百分之二十二的癌症死亡率。肺部便是遭到烟草最直接影响与损害的人体器官之一。肺癌更是最为常见的癌症类型。肺癌患者病例有不断攀升的迹象。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这两种类型的肺癌，发病位置与病因各有所异。个人的体质、生活与饮食习惯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虽说吸烟也许是导致肺癌发生的罪魁祸首，但其实不吸烟的人也是会有患上肺癌的风险。生活环境与空气质量便是其中的因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肺癌正是肺癌对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吧。 是的，正如大主题所说的，我们吸烟呢会导致肺癌，可能是罪魁祸首。但是如果不吸烟的朋友呢，可能也有几率会患上肺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嗯，对的，因为要了解这个课题的话，我们立刻邀请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内科顾问 Dr. Lim 来到我们的现场了。那Dr.Lim刚刚有说到这个吸烟，那讲到吸烟的话，一定跟我们的这个呼吸管道有关系，那就是肺部了。对。那想了解一下，其实肺部的运作是如何的？我们肺可以简单的分成上呼吸道以及下呼吸道。是。那上呼吸道它包含了鼻腔、口腔还有鼻咽。嗯。那鼻腔上其实有鼻毛，它可以过滤吸入的气体，然后阻隔一些小颗粒还有杂质。是。那此外，我们的鼻腔还有气管，它都有黏膜嘛。嗯。那黏膜其实可以将吸入的空气呢温 使得潮湿而且温暖。那另外我们还有气管上的黏膜黏液呢，它也可以捕捉一些较小的颗粒哦，然后再借由纤毛把它排出。其实上呼吸道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其实是将吸入的气体过滤潮湿还有温加热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下呼吸道，下呼吸道的话，它包含的是气管支气管还有肺。那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呢，是将吸入的空气导引至终端的肺泡来进行气体 交换。嗯，那为什么什么情况之下会患上这个肺癌？那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对我们肺癌其实它是由正常的组织所恶变而来的哈。那正常它因为恶变之后呢，它有正常组织所没有的生物特性，所以生长增殖非常的旺盛啊。有时候它还会随着血管、淋巴管迁徙，而且肿瘤细胞之间它的连接非常的松散，从容易侵犯血管还有淋巴管。 一旦它侵犯之后呢，它会受到血流的冲击而进入血液里面，可进入血液之后呢，它又不会死亡。 它会被冲刷到直径比细胞还要小的毛细血管时之后呢，它就会驻停在那里开始生长，而形成所谓的转移瘤。这样刚刚Dr.你提到的生长增殖旺盛的意思是说，
它就是那边很旺盛，可能就会长出不同的这个细胞出来，是吧？不是，而是说这个细胞它本身变成 immortal 不死，它拥有不死之身哦，是，所以它会不断的增值，而且生长非常的旺盛。那很多人说呢，其实肺癌其实很难发现的。那其实我们如何去，就是说可能观察，就是可能初期的时候有什么就是症状啊？其实咳嗽还是对，绝大多数的肺癌呢，它在早期其实是没有症状的哈。那可是我这里还是要希望可以叮咛所有的电视机的前的观众朋友呢，一些肺癌常见的警讯症状，这包含了就是因为肺癌早期就会侵犯气管而造成咳嗽，那如果您有咳嗽不停、咳血或者是咳嗽形态改变的情况呢，就要特别的小心。那有些时候呢，因为癌症它会侵犯到邻近的淋巴纵隔腔的淋巴结，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有一条神经叫回喉神经哈 ，recurrent laryngitis， 它是支配我们的声带。那如果肿瘤转移到压迫到这条神经的话，那它很容易造成声音声带麻痹而声音沙哑而无法恢复。那这次我看到就是50岁以上同一个部位反复的出现这个肺炎者，它可能几率比较高。为什么一般上都是50岁以上？因为它功能衰退是吗？不是，而是说癌症哈，其实年纪越大就有几率更高。就患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因为免疫能力下降了。免疫能力下降，同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修复的能力，我们接触到外界的刺激，它都有修复的能力。那年纪大了之后，因为修复的次数多了，有时候修复可能出错，或者是修复的不好，那就会演变成癌症。有还会出错的，可是我们有了解到，就是如果它的症状的话，也包括说你的肩颈的部分也会疼痛，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对，神经线是主要是有些癌症它比较好发于肺尖，那肺尖它其实有一些神经丛哦会经过，那有时候像肺尖的一些肺癌，它侵犯到所谓的臂神经丛，那病人可能就会出现肩部疼痛，或者是上肢就是无法活动啊，这样的症状。可是会有麻痹的那个情况。对，也有可能会伴随麻痹。没有想到，就是说，可能你就是以为是扭到，其实并不是哦。对，就是你肺部有问题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有脸部这个浮肿啦，静脉的这个怒张，对，手臂肿胀，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上腔静脉症候群了。也就是说，有些肿瘤它长得非常的中央，它会对我们的上腔静脉哈，就是说接受上肢回流的一个静脉啊，大静脉，那有压迫的作用。那一旦压迫之后呢，就像水沟一样哦，你堵塞之后呢，那上游当然是充血嘛哈，那就会出现所谓的脸部浮肿、静脉怒张、手臂肿胀，还有前胸表皮静脉怒张的情况这样子。包括我们的眼睛单侧，我们的那个瞳孔会缩小。对，这同样的，刚才有说到肺尖的肿瘤，肺尖的肿瘤呢，有很多神经丛经过嘛哈，那同样的，这里还有一个叫做颈部的交感神经节，那有时候压迫之后呢，它就会造成单侧的瞳孔缩小、眼睑下垂，同时上额头皱纹消失。上额头的皱纹就是这里啊？对，因为它突然就会消失啊。就是说我们抬头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就没有皱纹了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交感神经节它有发出神经去支配这一带的颜面肌肉。所以因为这个神经它麻痹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支配这里的肌肉。所以有那个皱纹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对啊，大家不要以为突然皱纹没有了是好事哦。其实癌症当中呢，比如说肺癌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细胞的，Doctor 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对，如果我们就治疗的出发点来说呢，肺癌我们要先进一步区分成非小细胞癌以及小细胞癌。是。那非小细胞癌呢，我们要进一步再区分成鳞状细胞癌以及非鳞状细胞癌。那非鳞状细胞癌呢，又要再仔细区分成腺癌、大细胞癌以及其他比较罕见的细胞类型。是。对。OK， 所以大细胞癌的话，然后它又再分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不是，而是说大细胞癌里面呢，它有一种叫做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它的细胞分化的形态呢，跟小细胞癌有一点相似。那因为它非常的罕见呢，目前我们在看有研究在进行呢，到底他们两者之间的治疗方式呢，是不是有相仿之处？这样子。明白。那么我想问一下，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肺癌的分类啊，一般上它不是有没有说发生在这个肺部的这个位置也不一样呢？有。那像大
大细胞癌呢，它通常是从Doctor 就是对大细胞癌嘛，它通常就是从肺脏的接近表周边的部位开始生长，它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部位。那其中小细胞癌跟鳞状细胞癌呢，它们两者通常都会比较长在一些粗大的呼吸道，所以看到就是在这些对，就是比较中央的部位这样子。那当然它们两者的差别就是说，小细胞癌它恶化的速度比较快，容易扩散。那鳞状细胞癌呢，它生长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不过这两者呢，鳞状细胞癌以及小细胞癌，它们都是跟抽烟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那另外腺癌呢，它是其实是我国最常见的一个肺癌哦。是是是。它好发于细支气管或者肺泡，那它病灶呢通常都会出现在比较周边的肺部这样子。OK， 可是肺泡的地方应该是很细很细，所以它这些应该是那个比较周边病菌已经是侵犯到那里了。对对，就比较边它所在的位置是比较边缘的。明白，真的没有想到呢，其实呢这个肺癌呢里边当中还可以分成这么多种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休息之后呢，我们 Doctor 呢还是会为我们讲解有关这个医治的方法的。We have wireless internet, so why not wireless electricity? That's what this machine does, or will be able to do. That's so cool. There's stuff going on in my house, and it all started when I turned on the machine.We should find all sorts of species completely unknown to science. There is something down here. Oh my god. It's Megalodon. He's kidding, right? Megalodons were thought to have been extinct.They're not getting eaten by some prehistoric fish. You sure about this? Not really. If you want me to go instead, I will. I got this, mate. Okay, good. Just always lie.受着活力加油站，那我们继续来谈肺癌。那我们常说，如果是肺癌的话，好像跟这个吸烟好像脱不了干系。对，但是未必哦。其实不吸烟也会导致肺癌。那到底因素是什么呢？在这里就要请教我们的林老师。除了吸烟以外，当然吸烟是造成肺癌的致病因的排名第一了哈。那其实我们还是不能忽略其他的致病因，像是二手烟。二手烟因为它吸入的是抽烟的人排放出来的废气嘛，那同时它没有经过滤嘴过滤焦油，所以焦油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强的致癌物。所以二手烟有时候吸入的时候，它含焦油的量是比那个吸烟的人还来得更多。对，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基因哦，有些就是发现说有家族肺癌家族病史的人哦，他罹患肺癌的几率比没有家族病史的人高出大概2到4倍，所以我们怀疑可能还是跟基因有关系。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就是在就是自然界所曝出的一些像氡气哈，氡气它其实是地底产生的，那有时候它会经过就是地表的那个缝隙或者是墙壁的缝隙而进入室内，造成室内的污染。它其实是一种无嗅无色的放射性惰性气体哦。那它其实在衰
衰变的过程中呢，会释放出能量非常高的 alpha 射线，那可以直接对肺部造成影响。它是从这个地下发射出来的，对，所以它没有，它只能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侦测。我们其实肉眼我们也不晓得。那它是无色无味吗？对，无色无味。对，这我想问，如果我住在公寓，是不是比较安全？我离这个地面比较远了。对，就是离地面比较远了，通常是地下室通，不就是不通风，是是是，潮湿的地下室就比较容易有。是，那在刚刚我看到有一个就是石棉，什么是石棉呢？石棉它是一种含锡 silicon 锡的一种纤维状的矿物质。那它其实工业用途上很高，因为它耐磨耐热，而且耐腐蚀，而且它又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可以隔音隔热，所以它常会用来作为一些建材哈。可是它的危险性呢，就是说当你把它加工的过程中，如果你把石棉弄成尘状，就是像 dust 一样，那你吸入之后呢，那对于肺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因为它一吸到肺部里面呢，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发炎，而且这个发炎是持续性哦，一直进行到，而且是终身的哦，所以到最后呢，肺部会演变成所谓的纤维化，那进一步而导致癌症这样子。OK， 刚才你有说到就是它是持续不断，然后是终身化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排出的吗？没有办法排出，而且它会一直刺激肺部，一直发炎，一直发炎这样子。太恐怖了。那么当然，刚刚我们看到就是饮食习惯还有空气污染呢，可能也会造成了。那Doctor，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你说，我就相信就是可能一些人做装潢的，可能他就是高风险区的这个人群了。那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谁？除了这些人之外呢，当然还有就是像。如果你常常在一些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有很多石化废气的空间，像是车房啊，或者是油漆工人啊，装潢工人，那这些其实它会暴露在它暴露在这些致癌环境的机会都比较高。是，那60岁以上可能就是对，是因为免疫力下降吗？还是对60岁以上的人嘛，有时候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嘛。那另外就是说他我们。就是它修复的能力也比较差一点嘛，所以有时候常就是修复的过程错了哈，那就会让癌症产生这样子。那Doctor就是刚刚我有看到，就是说有曾经就是染过这个肺炎的话，可能几率也比较高。染过肺结核或者一些肺部的慢性发炎疾病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石棉嘛哈，那如果有一直有一个慢性发炎一直持续出现在肺部，它就有比较高的。OK， 还有那个暴露于放射线下的环境的话，放射线下是对。放射线下，比如说就是在一些地下室工作的人，然后那就要特别的小心。是，那么就是一般上刚刚Doctor 你有提到，其实很难去监测嘛。对，很难去监测。那么其实如果我要做一些初步的一些评估，我可以进行怎样的？那一般我们会做 X 光 ，X 光可以至少让我们做一个很概括性的鉴别诊断。不过 X 光它有它的缺点嘛，它是一个 two dimension 的一个影像学，有时候它常会病灶会跟正常的组织呢前后重叠，所以不容易察觉。那我们就做所谓的电脑断层，那电脑断层就 CT scan， 对 CT scan， 如果再加上显影剂的话，那就会非常的清楚的显示肿瘤的位置，还有它侵犯的位置，可以对我们做一个临床的分析啊，有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依据。那如果在X 光电脑断层看到有病灶的话，那可以进一步考虑做内视镜哈，就是所谓的支气管镜哈。支气管镜它可以直接去评估我们的支气管还有支气管的情况，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切片，那取得样本，那送去做一个病理的检查，这样子。这些就是好像pathology 类似的东西。对，当我们拿到检体之后呢，我们就会做所谓的交给病理科医师去做分析。那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去 confirm， 他去确定这是一个癌症。那进一步他再细分成哪一个类型，那必要的时候再会做所谓的分子病理学检查，比如说他去验有没有 EGFR 的 mutation、ROS1、ALK 或者是 PDL1 这些molecular pathology 的分析。那因为这些资料呢，对于我们临床医师呢，在投药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就是更细微的那个。对。可是很奇怪的是，为
什么通常发现肺癌的那个病患呢，通常都是比较后期的部分，那是原因是什么？对，因为肺癌其实它早期不容易发现，就像我们 肺部里面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痛觉神经，所以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它已经进行了。对，那么一般上呢，就是癌细胞很多人都说很快扩散的，那比如说肺癌的话，它的几率扩散到其他的器官通常会去到哪里呢？肺癌它可以扩散到，它可以扩散到 好几个最常见的就是脑部，还有骨骼，所以我们在诊断的时候，我们会加做所谓的全身的骨骼扫描，还有脑部的核磁共振。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做当有时候也会考虑做所谓的正直扫描，去了解到它有哪一些远处的转移。那另外肝脏还有前肾上腺也是一个常见转移的地方。所以如果是它扩散到不同部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症状产生。对，它扩散到不同的器官会造成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扩散到头部，它会造成头痛，抽搐或者是呕吐，那或者是行动突然就变得不灵活这样子。那如果是扩散到肺部的，它严重的话会造成呼吸困难或者咳血的情况。那跑到肋膜腔会造成肋膜腔积水或者呼吸困难。那有些跑到肝脏呢，就会造成食欲不振、倦怠或者黄疸。那跑到腹部的会造成无法进食，然后呕吐，这些都是它造成的一些症状。那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肋膜腔，肋膜腔，肋膜腔就是肺部跟胸壁之间的一个空腔，本来不应该存在，可是如果有肿瘤跑进去，它就会造成那里积水，那就造成所谓的肋膜腔积水。其实如果就是那个癌症细胞太过就是增长得很快的话，对，它也会造成就是呼吸不到，对不对？对。很阻塞啦。对，就是，除了阻它肿瘤本身会压迫邻近的器官，它有时候也会侵犯到肺部里面的淋巴管，造成淋巴炎淋巴管炎。那淋巴管炎有时候病人会有呈现缺氧的情况这样子。OK，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的话，就赶快要去。对，最好是赶快就医了哈。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呢，我们还是和这个肺癌的主题有关系的，对，先休息一下。一说到这个肺癌呢，其实呢会造成很多人这个人心惶惶啊。其实你都知道这个名字或者它的危害性，但是呢说到治疗还是什么，大家都会很怕的。对的，因为对它这个病症呢，完全呢就是无法去了解它。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有 Dr. Lim 呢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观众呢都是很想知道，其实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呢？对，其实对于肺癌的治疗来说呢，我们可以对于早期的非小细胞癌的病患，比如说第一期、第二期的，我们会建议他做手术治疗。是，那手术治疗我们会希望他选择一个叫做所谓的根除性切除，再加上淋巴结扩清术哦。那他这个手术的终极目标呢，我们是希望这个病患呢，他可以享有长期存活啊。同时呢，我们希望他维持正常的工作是能力，以及享有相当程度的生活品质。那Doctor，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切除的手术了，因为非小细胞就是它就是比较大颗的那种，不是小颗小颗的那种。不是，非小细胞它是那个肿瘤的类型哦。这样因为会不会很多颗，然后很难切除的？那个很多颗很难切除，有可能就不是第一、第二期了有可能是比较晚期，第三或第四期了所以那个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有可能要考虑所谓的化疗这样子。那如果是进行这个切割手术的话，那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整个那个肺的那个功能了？因为可能好像可能一部分已经被切除了。对，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们要做一个在术前我们会做一个评估，我们会看说在手术的过程中您会消耗多少的肺活量，那同时我们在术前会做一个评估，大概要拿多少的组织来发挥最大的效用这样子。那在手术完之后呢，我们也要加强手术后的肺部的复健。那通常我们都会在做手术前都会慎选，那手术完之后呢会加强
明白。那么刚刚Dr.有提到这个化疗了，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了哈，这个化疗。那么所谓的这个化学治疗，那其实是包括有口服以及就是注射。对，化疗多半是注射型的。那目前常见的大概有七种，就是cisplatin、carboplatin、alimta、gemza、novalbin、taxotere。那这些化学治疗，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说，它会去抑制那个 DNA 的合成，它会影响 DNA 的合成，所以在分裂中的细胞呢，它就会去阻断它，然后造成这些细胞的凋零。那同样，因为属于比较不是那么的 narrow， 它的那个 scope， 它的范畴没有那么的狭隘，所以有时候在自然会分裂的细胞，比如说我们的生殖细胞或者像毛囊之类的这些细胞，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使用化疗的结果都会掉头发。是。那么口服的，为什么有时用注射，有时用口服呢？口服是一些化疗药，它被做成口服剂型之后，反正它的效果也不错。是，那因为有些药物，比如说像 Nevelbin， 它注射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它如果外渗的话，它会造成那个软组织的溃烂啊，那这是很危险的。那可是我们做成口服剂型呢，就很安全，可是又有可以达到它注射型的效果。是。那如果是要进行这个化疗的话，有没有说可能你的那个体魄或者是你自己免疫力要有相当的一定程度的好？对，我们通常就会看病人的生活品质，我们有一个叫 performance status， 就是看病人他是属于那种可以活动自如的，可能有一点点症状，通常这或者是完全没有症状的病人，生活自理都是自己来的，那他就能够，他就有条件而且适合接受所谓的化学治疗。明白。那么除了化学治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了。对，放射治疗呢，它其实在晚期肺癌来说，它其实基本上是属于局部治疗的角色，也就是说，比如说肿瘤转移到脑部，或者肿瘤转移到骨头，那造成疼痛，那所以我们就针对那个部位做照射，那希望肿瘤减小之后呢，那可以缓解那个疼痛。缓解它的疼痛。那目前呢，有人对于早期肺癌呢，他做所谓的针对那些无法手术，或者是手术高风险，或者病人自己本身拒绝接受手术的话，那倒是可以考虑做所谓的立体定位的放射治疗。不过我们还是劝这一类的病人，如果他身体能够通融，他能够接受手术的话，还是手术还是首选的治疗方式。明白。那么还有一种叫标靶治疗，那标靶治疗其实又是怎样的一种？标靶呢，它是针对分子生物学的一个阻断呢，那可以去停止那个肿瘤细胞的生长。那它是适合用于那些带有基因变异的晚期非小细胞癌患者。那目前标靶治疗在市面上有的几个药物，像是 Erisa、Traceva、Jotrif， 还有所谓的 Tagrisso、Zacori， 这些是口服型。那注射型有所谓的 Avastin 跟 Erbitux， 这些都是针对不同的这些细胞的吗？对，针对主要是针对所谓的非小细胞肺癌。OK， 那如果是要进行这个口服型或者是这个注射型，也是要看病患他们的那个情况。对，也要看他的病理。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分子病理学的一些检查的报告。明白。现在也是有一种比较新的一种治疗，叫做免疫治疗啊。对，免疫治疗呢，它是因为我们肿瘤细胞之所以在身体长得非常的旺盛，是因为它其实逃过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的攻击。那为什么他们会逃过这个免疫系统的攻击呢？主要是因为它去抑制了我们白血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T cell 去辨识那个肿瘤细胞的能力。那这个所谓的免疫治疗呢，它就是开启，它就是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呢重新能够辨识这个癌细胞，那借此呢能够攻击回这些癌细胞。对，所以目前呢我们是针对那一种不带有基因变异的晚期非小细胞非小细胞癌的病人，如果他的肿瘤有高度表现 PDL1 他的 tumor proportion score 超过 50% 的话，那我们建议他第一线就可以考虑单独使用 Keytruda， 它是一种免疫的疗法。
它是怎样？它是吃药还是？因为它是注射的，注射的。可是它会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可能就会造成你之后的免疫能力会紊乱。其实还好，它非常的温和哦，它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药物。那就因为提出来的出现呢，让人家对于过去的肺癌的治疗完全改观哦，大概30分钟左右的注射时间呢，效果却非常的好，而且它据说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会造成间质性肺炎，那会造成病人缺氧。可是这个发生的几率很少见。那即便是发生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支持性的疗法呢，帮助您度过那个不稳定的时期。所以其实这个药物的出现哦，它会让肺癌的疗效上又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嘛。那一般上其实如果我们说到这个肺癌的话，都我想问一下，其实它是可以根治的吗？还是我们一般上都是拖长它的寿命 ？OK， 如果呢，如果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比如说第一期，我相当的有信心它有办法根治的哈。我们手术完的病人哦，有时候可以就完全没事，完全没事了哈。那可是如果已经比较晚期了，那大概就是以控制为导向。不过目前哈，大概就是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其实存活时间还是可以很长，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长的。所以其实治疗上并没有那么的悲观。那么一般上我们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说了，我们要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那么就是可能这些不同的疾病就不会侵袭我们了，对不对？对啊。那一般上我们如果避免自己要患上这肺癌，可以什么不可以做啊？要避免肺癌，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不吸烟。对，有抽烟的人就戒烟了。是哦。那就是另外就是说，家里如果有家族病史，有人得过肺癌的，那可能就要自己要特别留意，然后定期做健康检查。那如果您是暴露在一些工作环境，有可能就是周边比较多致癌物，或者是比较多空气污染的话，那我们也会建议您做相关，要做定期的做检查。那当然，我也希望如果政府对于这一块了解的话，我们也对针对高风险的一些职业呢，做进一些安全的管控，避免他们曝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像石棉啊之类的这些排化的物质。好像如果是这些工伤的话，如果是戴口罩可以避免吗？还是完全防止可以？我是觉得如果太小的粉尘，可能一般的口罩没有办法很有效的阻隔。那另外在一件事情就是说，针对刚才所秀的高风险群呢，我们建议他40岁以上呢，就要每一年定期做所谓的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这已经是证实有效，可以改善肺癌的存活率。明白。然后这里又写到，就是避免在厨房油烟。哦，对的，那厨师不就？对。然后过去因为过去我们是用那个柴火。主食哦，那近对近年来已经很少了，可是油烟还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致癌物了哈，所以如果家里可以维持通风系统良好的话，其实倒是也可以避免肺癌的发生。明白。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抽油烟机啦。那么相信就是可能在如果饮食习惯上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饮食习惯上呢，我觉得中医的观念里是其实健康是属于一个整体均衡的状态。它其实并不鼓励你因为了要预防肺癌而特别注重肺部的强健而忽略了其他脏腑的保健。那我们反而是要养成一个观念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尽之后呢，才来补食一些药食哦，这样都是事倍功半的哈。那所以以其就是准备一些保健的保肺的食材或者是健康食品哈，我觉得倒不如我们养成不抽烟哦，均衡饮食，还有正常的作息的习惯啊，这样子可以培养良好的习惯，这样对。然后就是40岁以后呢，记得要进行一些这个检查了。对。不过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 Dr. Lim 呢来到我们现场，我们非常详细呢让我们更了解有关这个肺癌的。是的，没错。那刚才 Dr. Lim 有说到这个复健的计划，那现在呢马上就来看看肺癌手术后的复健治疗计划。肺癌手术后的复健治疗计划，诱发呼吸训练。
肺癌患者术后呼吸功能明显下降，加上术后伤口疼痛，患者往往不敢咳嗽或咳嗽无效，从而影响肺功能，增加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建议患者在术后开始使用诱发呼吸训练器，加强并改善肺容量的扩充，避免肺泡塌陷甚至肺炎发生。进行时会请病人采用坐姿，嘴巴含住诱发呼吸训练器，先进行吐气，再慢慢的吸气，此时小球会随着吸气上升，待小球升至最顶端，维持2到3秒，每个小时至少进行一次，每回合至少以10次为单位。卧床休息与下床运动。刚接受肺癌手术的患者，因为身上还有引流管，多会选择卧床休息。其实病人可在术前安排术后麻醉疼痛控制，利用药物减缓疼痛情况。一般来说，若没有特殊状况，医生会鼓励病人尽量提早下床活动，通常于术后第一天就可进行床边复健运动，同时采半坐卧式或经常改变卧位，有利于引流及帮助换气。活动移位及行走运动，物理治疗师会同时安排活动移位及行走运动，从各关节的被动活动再逐渐进行至辅助的主动活动，最后进行主动活动，并且安排行走训练。也就是说，病人可以先在病房的通道散步，随着病况体能的进步慢慢增加步行速度，最后进行下楼梯的训练，再进展至上楼梯的训练。这些活动应在物理治疗师的监测下执行，以确保病人安全。饮食营养，肺癌术后饮食对增强患者的体质、提高放疗化疗的治疗效果以及延长病人的存活时间都具有很大的作用。肺癌患者可采取两餐之间加餐的方法，多吃甜食、奶、蛋类食物，使热量增加，弥补患者因为消耗太大而引起的体重减轻。对于不能进食的患者，除了采用胃管注入配方牛奶、麦乳精等流质食物外，还可进行静脉输液，补充大量的葡萄糖、钠离子以及血清蛋白等等。现在又有甜品吃了，当然我们这个甜品呢不是简单的甜品，因为呢它对于我们这个润肺呢有一定的帮助。马上请出 Chef Lo。 Chef Lo 你好。 OK， 说到这个润肺的，当然很多的药材也有润肺的那个功效啦。那今天要为我们介绍的就是有这个桃胶，桃胶冰糖桃胶炖梨子。OK，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桃胶啦，还有梨子啦，然后我们冰糖，然后这个是莲子，我们也可以叫百合。百合啊，对。然后枸杞子也是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还有白木耳。OK， 首先的话呢，我们就是需要梨子啦。然后梨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小片啊。然后梨子平常嘛，它生的不是很平嘛，对吧？我们就把尾端可能可以切平它，切平它。然后放的时候，炖的时候比较站立。这些在酒家是很贵的嘞，现在可以自己弄嘞。来，我们就首先呢，我需要这个把它挖出来，好难哦。对，首先我们就用汤匙嘛，如果你不是很厉害的话，你就用小只的汤匙就行了。Okay. 然后你就把它画一个圆圈先，画一个圆圈。OK， 画一个圆圈你就看到了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把它轻轻的挖。对，我们不要使慢力，对。Okay. 如果我们使太大力的话，我们就会造成那整个。我们的 chef 跟我们说不要使蛮力啊。我讲我要买大力一点的那个梨。等一下我们就会有大力的梨。我没有巧手啊，太小力我挖不进。当然就轻轻的挖吧。然后如果你是小汤匙的话，你也是可以。然后你就轻轻的，就是慢慢抠。OK。把多余的那个肉就把它抠出来。不能留下来哦。总之不要留下来。说过梨的种子不能吃的哈。对，会有毒的哦。啊，所以我们就挖。尽量我们不要挖得太深，因为梨子软了过后，蒸了过后还可以吃的。可是那洞也蛮大的吧？你要塞这么多东西进去。对啊。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要把洞就是挖深，挖可是不要。选大一点，选择大一点的梨子。那梨肉会不会浪费哦？不会，梨肉如果你蒸了过后呢，就可以直接吃了，因为它软。这个呢，这个需要再用吗？这个的话呢？你不能用了，然后要的话，你可能就是把它打成果汁吧，哦，就是把它搅成果汁、梨汁。好，然后现在怎样？清凉过后呢？哎呀，你看，非常的干净，里头都是空空的。是的，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好挖好了。然后首先呢，我们就是把桃胶
哦，直接放入吗？对。那桃胶要怎么处理？桃胶的话，我们需要浸泡水，浸泡水12个小时。12个？对，因为它是像石头这样结晶的，然后它就会震开了，就发开。哦，千万不要震太多哦。然后再加入。嗯，对。包括白木耳也是要。对，白木耳也是先准备。OK。哦。那这些也是这样子加入吗？对，然后我们就是少量。如果你想要颜色深一点，你可以放枸杞汁多一点。嗯嗯，放多一点，我喜欢补眼睛。对，然后莲子、百合啊 ，Chef 这个啊，百合，百合，对。再不然可能你知道我那个男性北性其实也是对于非常好，润肺。放冰糖哦，冰糖，冰糖就少许吧，因为冰糖。像你这个叫少许啊？啊，还不会很多，不会很甜的，对，不会很甜。然后我们过后的话，可以放蜂蜜的嘛？可以，然后你过后才加，蜂蜜过后才加。然后就把水倒的80%就好了。我不用，就是热水的哈。对，不用。不用哈。哦，只是这样加入，就是80%，然后再拿去炖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满哦，因为梨子会软了过后它就会，它自己也会出水是吧？对对。然后过后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蒸笼啦。好，对。OK。放下去蒸，把它放进蒸笼里面。哇。对。这样子的话要蒸多久呢？我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需要蒸的话大概45分钟。45分钟啊，蒸这么久了。对。对，45分钟，因为你要把梨子，梨子要把梨子蒸的软，对，软了过后，然后你再可以使用，然后就可以盖着就行了。那我们蒸是要先大火，然后再小火这样子慢慢蒸吗？对，大火，然后只要有蒸汽就可以了，就慢慢的蒸。OK。过后转成小火就行了。OK， 蒸一个45分钟。对，如果是选用比较大颗的梨子，是不是要？大颗梨子的话，也是需要差不多也是45分钟，因为你的那个空间够大的话，其实是足够的。好的。好，我们也可以来复习有关的这个食谱。哎，到底这个哎什么炖梨呢？桃胶。对，桃胶看起来呢就是好像很好吃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关的食谱。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梨子，你问了为什么吗？老人家要补多一点啦，吸收的那个比较快。对，所以这个你看你还可以这样韩国的梨子，对，韩国梨子，对，有要吃，只要把它蒸软了就行了。好的，哇，里头真的是感觉好清甜呐，是不是很清甜？嗯，哇，真的哎。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入冰箱，然后冷吃可以吗？可以，应该也很好吧。冷了过后，你可以加一点冰在里面，然后它可以让你更清凉。更清凉哎！我告诉你，真的是很好吃，因为这个就好像你在酒家里面吃的那种这样。哎，那家很贵的。对，这个也放隔夜也是可以。隔夜可以放多久？差不多1个星期吧，因为够甜的话。然后它旁边的这肉我可以拿来吃的噻。可以，你可以慢慢拿来吃，就是把糖喝完了过后，你把它当成水果吃就行了。对，因为梨子对于我们的那个清肺也是很好的那个功效。哇 ，OK， 这所以非常的棒。但是要蒸到45分钟啊，可能它过程会久一点。然后蒸好的话，可能让它放凉再吃。对，放凉再吃，还有热也是可以吃，直接马上热热的，就是当做那个烧的那个甜品吃。我觉得45分钟还好，因为你不用理它，你就是做其他东西，15分钟后回来。嗯，哎，然后我就是啊，就是家里面请客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一道甜品，哇，这个梨子摆出来，哇，多么的高贵，5星级的甜品。好，非常感谢 Chef Lo， 谢谢。好，想要重温我们今天的课题呢，可以到 www.dongdong.com.my。那明天的课题呢，我们将会说到催眠。
不能动了。那到底什么是睡眠？相信大家都是很想了解的。那明天一定要留守我们的活力加油站了。明天见，拜拜。